安住愿力如来地啊，妙法如水润根性，宽卡妙用真实法，三性归一究竟道。就是要甲大家人讲，学佛啊，咱来安住愿力，初初迄念心发愿，一念初心，必定呢要该安住啊，唔通讲看到一时冲动啊，就我有法度做，我愿意做，但是外面的境界一来，就把这个愿呐、啊、就消掉去了。这就是咱凡夫的心，迄、那个心无深呐、啊。咱初念迄念信心，信得呢真深入，再来发愿。那深入了后发愿，这个力量呢，那就真大啦。到底咱的心愿是啥物呢？人人拢是讲学佛，学都是希望会当成嘛。既然学佛，无想要成佛，何必着学佛呢？所以咱学佛，想要成佛，那咱一定呢爱安住愿力啊！这个愿力啊，就是一直教咱教达如来地，这就是咱人修行从起点这个最初一念心方向正确啊，往咱的目的地行啊，也未向前行呢，就是妙法，咱爱好好吸收啊！咱来发伫心灵，有甚物款的复杂境界、人事物来时，咱就发亲像水呢，甲这个污染定过，马上消毒啊！除了对自己呢，会当通保护外面种种的污垢以外呢，咱爱个净化啦，输送和众生，看到这么多习气还个真重啊，杂念烦恼还个是真多。安尼的众生，真正是苦不堪。咱来将佛的教法，咱的心得啊，也搁在，都爱甲大家人分享。安尼呢，叫做转法轮。烦恼一来，迄、那个念呐、法轮呐、啊，加脆掉了。嘿，种种人我是非，啊，亲像水呢，该洗掉去。世间还阁有甚物款好烦恼呢？爱恨情仇啊，过了呢，伫心里何必搁再挂碍呢？所以咱这法轮爱时时转啊。转咱的心轮，自己的心轮，还佫转到
众生人群中去，所以叫做诸论群生，众生因缘呐，无同的根基，咱嘛都爱学分的，用宽卡妙用，用最真实诚意的方法，安尼呢立人群中啊，这不管你用什么款的方法，宽卡呢，总是无离开佛的正法，咱会当用在人群中，这三性归一啦。不管是用小性、中性，终归就是到大性法。希望人人的心嘛，就是会当的结婚。爱的付出，确实呢无所挂碍，三轮体空，确实有真实妙有的法，这就是叫做究竟道啦。好，过去一位小国王啊，两位使者伫身躯边。一天，国王困去了，但是呢，醒起来的也未真清楚的是，就是敢那听到两个人在咧讲话啊。一个人开始就问啊：“你相信什么是予咱依靠、予咱生活的安稳自在？”一个人他就讲啦：“哈、啊，我相信，我依靠着国王，予我安稳自在。”那另外一位呢，他就讲：“我相信，我相信呢，我所做的一切业力，就是我的人生，我的心爱。”安稳的当下，这是佛所说的。那国王听到了，欢喜的是前面那个人所讲的，我的生活是依靠国王。精神了后呢，啊，开始处理大事，叫一位身边的人。就去甲夫人讲啊，皇后，那就讲我念咪啊，会叫人送一壶酒啊，到后宫去。那皇后呢，那接到送酒的人，你爱该当当有相哦。皇后，伊就真正安尼准备啦。国王呢？对啊，食饭了后，伊就叫迄位依靠国王，而下当安定有福生活落去。这位使者，伊讲你甲这壶酒送去后宫，福王好啊。那这位使者接来这个半壶酒。都打出门去的时候，忽然间啊，偏火直直流，流不止啊！都当着那位依靠家己的业力啊，是福的福力，那都看到伊，他就讲：“来来啦，你这壶酒呢，代替我送去给王后。”因为我偏火直直流，拜托你给我代替一个，啊，真正一位真正的给伊接来一个壶酒，送去王后去啦。那国王的夫人皇后啊，伊呢
接到这个酒，国王交代，把所有款好的物件呢，就赏赐这位送酒来的人。后来国王看到那位要靠国王有福的人，伊就问伊讲：“有送去未？有看到红火无？”啊，我拄拄好要送去的时，啊，流着鼻血无法度去，是的啦。啊，我就拜托呢，我的同事安尼甲送去啦。迄当阵国王呢，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呢，另外这位侍卫呢，国佛所讲的法，一切呢，都是家己做作的，诶，福业。伊讲，原来呢，真正爱相信佛陀呢，乃是实际者。不妄语者所讲，每一个人呢，拢是爱安住于这粒心嘛，对，爱安住这个愿力，做福，那必定呢就是福报啊。所以咱伫因缘众生中，咱嘛都爱修足咱的愿力，咱爱。用法啦，入灵根中去，用这个真实法互相来转向，互相呢来教化。这嘛就是咱怎嘛安尼讲，幸福情啊，爱心结合人缘呐、啊。咱用清净心来结众生缘，未来啦。那是有缘，当着佛的时，应该嘛会当受长久未来成佛的机。舍利弗就是安尼，舍利弗将来成佛，好化光如来。啊，伊的国度呢，名是地国，但是偌呢清净的。国土啊，基土平静啊，清净严实，安稳丰乐，天人吉祥哦。琉璃为地啊，由北到东，黄金为形，那一概俱齐。这让咱讲讲过去啊，佛陀呢？就是希望人人开始发心修行，都要用这个清净心行在菩萨道，度化一切众生，心归清净。不只是清净，也可度爱度行菩萨道，安尼叫做福慧双修所得到的境界呢？就是真正的丰富及富有啊，人人平安，这是最理想的国度吼。那这个国家呢，不高度啊，黄金为神，黄金来做界线吼。那同时接下来一段文再讲，基鹏国。有七宝行事，尚有华国，华光如来，亦以三圣啊，教化众生。这是未来，舍利弗未来啦，以这个国家的经常，遐尼真丰富啊！甚至呢，在那个黄金界线，搁再有七宝行事。啊，那大家人在咧上《弥陀经》啊，这七宝行事啊，那顶顶的
宝吼，都是伫迄个周围哩。那未来舍利弗啦，伊个国家，伊所领导个国度啦，还也是同款呢，亲像安尼黄金界线，七宝行树哦，上有花果啊，即隆重呢，有花有果啊，非常庄严嘛，境界吼。化工如来呀，伫迄个遮尼正丰富，连树啊每种的树都有伊的花甲果啦。那化工如来也是同款，伫迄个国度啊，还是用三性法来教化众生，所以树。就是有安尼除了供应啦、庄严迄个环境吼啊以外呢，树上重要的呢，就是会当保护大地。咱人人心嘛，心地菩提树那种得好啦，那就是保护咱的心地啊。这个世间呢，树啊，那种得好来，伊会当保护水土大地。同时呢，树啊，也阁会当吐出了迄个芬多精啊，会当清新的阳气，就是予人人身体健康，人类呢，所呼出去。这个气啦，是真浊、污浊啊！但是咱这么这多人啊，大家人呼出去会这么这污浊，就是树啊，该吸收回去。树吸收到这个液浊气啦，那化成了肥料。伊个养分呐，这种清浊循环呐，大自然的循环，真正是真奇妙啊！树会当护大地，唔只是保护大地的水土，同时呢是供应了清新的空气，和人类啊。所以咱对树，咱都爱真疼惜这个树吼。那这个树阁有花，啊，这个花开的时，清香阁是真水呀。伊呢，会当美化了这个环境啊，尤其是莲花、佛花啦。时时都以莲花来披露，咱现在咧讲的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嘛是同款披露莲花啊。莲花呢，在迄个污泥的中间，不受污泥染嘛，搁在呢，会当清净迄个污泥的浊气。就亲像咱人，因因众生真恶作啊！菩萨在人群中呢，会当头净化众生，法轮转转到众生的心去，众生呢嘛会当受感化。那莲花呢，阁有莲藕在迄个污泥中啊。在那个莲藕
是莲花一根吼。那莲花搁在花开，那蓬吼，迄、那个果的形，莲子呢，就是伫莲花花一开啦，啊，都看到莲蓬咯吼。那这个莲蓬一来的，都是莲子吼，所以莲花呢，真奇妙啊！以花开见果，那伊个根呢？在迄个泥土中啊，也搁伫咧净化，同款呢吸收污泥、污浊啊。这个莲藕对人体嘛是真有益啊。所以讲起来，咱人生啊，要生活除了伫人间五浊恶世，其他呢，真正要生活都难咯。每一尊佛。要生活的以前，一定呢爱来人间舍利佛，敢唔就是伫人间呢跟随释迦牟尼佛呢？那每一尊佛啊，几万亿佛都是爱先来过人间啊，经过呢一种五浊恶世众生啊，会锻炼过。那在人群中啊，有法度呢，不受人群所污染，而且会当净化人群，练就了呢菩萨迄份安住愿力，在如来地如如不动，这种的信心愿力，都是在人群中。安尼练出来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妙法莲花的艺术。哒，这莲花的树都会当有七宝吼，有迄个七宝行树啊。这个树啊，甲咱遮的树啊无共，虽然伊会开花啦，不过呢，伊是七宝合成啊。金银琉璃琪琪玛瑙珍珠玫瑰七宝合成啦。其实咱娑婆世界呢，什么款的宝都有，只是伊蕴藏着。但是人类呢，总是知聪明啦，他就去给破坏山吼，错山。表面的树，那去挖山内底的宝吼，但是呢，在迄个佛土的所在，这些宝物呢，拢总是真现前，唔免阁予人去挖啊，都无有迄个偷盗的心，无有犯法的念，因为生活中呢，都是在七。宝中啊，化公如来以三圣法啊，教化众生。这位如来，就是地，用这个地慧之功，因为叫做化公吼。这么真多，从树啊生，那保护大地啊，会当化污染为清净。这花吼，好了人间，人人欣赏。其实，光迄、那个光啊，那就是智慧之光啊。这化光如来呀、啊，就是应他之。言语化现佛心，因为这个所在呢，天人啊，甲菩萨也未完全呢了解佛法，所以呢，
化光如来，也是同款的应他之机缘，吼、哦，遐个根基，甲遐个因缘呐，好来化现佛心，就是下礼佛将来呢应信佛的别号，叫做化光，和每一尊佛有号到有名吼。哦，那咱现在所称的化光如来是伊的号，就亲像咱出家啊，拢嘛有法名，也有法号啊。我现在用的是法名，恁现在用的是法号哦，吼。所以啊，那化光如来啊，是伊的法号，就众生本心开显佛的智见，所以呢，就是莲花净物吼，这个花花光也当头清净污染嘛，所以那用智慧之光呢，在迄个所在来度众生，所以如来呀、啊，花光如来，如来呢是生真如之道，如来三界度化众生，这个德圆满呐，所以伊成这个如来呀、啊，啊，真如的心啊，啊，如来三界度众生，这德吼，所以叫做如来，就是应心的如来啦。所以化光如来呢，将来伊的国土就是安尼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为舍利弗授记，伊的未来的报土，现在修行啦，还佫真久呢，甲众生结尽了福缘善缘，造福人群，未来呢成佛的福。就是在这里这样庄严清净的地方，所以人学佛啊，就是要安住愿力如来地，妙法如水啊，论根性，咱要发立心，时时在众生中净化众生吼的心，所以呢，这是咱人人啊，要定心。向前前进，咱要有信心，所以信心要时时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所以说要时时多用心。